觉得很性感哎、欸。我觉得你现在好适合拿一个皮鞭之类的。这件很美耶、欸。这件很好看。对，而且它是皮革的，就是完全是漆皮。这件完全是靠着它的材质来取胜。嗯，还有颜色，造型是基本款。它的小裤裤那边是不是布料材？对，这边是布的，因为要透气，而且它其实是可以下水的。这一件到时候我在跟卖家买，我想试试游泳。有，我会穿这样去游泳。对，因为他说那个水就是这边可以防脱水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材质，就让你们凉你们热。它就是时尚的、务实啊，就是兼具。然后这一件厉害的地方，除了材质之外，就是在它的背后。要来哪？天哪！我要往后一点。它背后呢，其实是啊，天哪，这样趴是可以的吗？哦、那这样好多，然后这样，好好好，性感嘞、欸！它整个就是钉子一条线而已，它最主要厉害就是背跟胸部。哎、欸，我是女生，我这样看我都好害羞，害羞吧？而且我们恶魔系列也要让我们的长进人选一套穿。不，不行，没有这一套，是第一套喽。好看好看，这件你给几分？我给10分，我最喜欢这一件。真假的？真的，因为它是第一最有安全感，第二下面最透气，第三它心形上面，还有就是胸部这边，它会让每个女生都很丰满。哦。因为它是这样，女生最有沟的地方就是这里啦。嗯。所以这边会很丰满，这边满足。再来第二套，其实我原本要给它满分的，但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我买来的时候，我穿上它，然后它完全不符合我的身形，这一块很松。然后后面这边呢、啊，你有发现我腰链拉不起来？对啊，胸部这边反正我不是拉不起来，太大，没有啦，就是。它就是因为可能欧美啦、啊，对啊，强尼一定很瘦，但是他屁股到底是要多大才可以把它撑起来？你看他的正面多浪啊！就整个就是，很高。Hello, 这个颜色我又很喜欢，你这颜色我喜欢，我也很喜欢，这件超好看。可是他的身形就是我有点不太知道他到底为什么，而且他是钛，就是我已经买最小，但是还是没办法。哇！好吧，那撇开身形的话，我还又给他6分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件颜色跟它的形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粉色，但喜欢藕粉色。对，我喜欢那种有点淡萝粉，那种太嫩粉或是芭比粉，但这个我觉得 OK，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性感。我觉得你再去修改就可以，修改这边。对啊，改一下。那这件上面很美吧？因为它这边只有一个小空空、小镂空的感觉。是故意这样子？对，它是故意这样子。它就是有点做像神力女超人那种藕粉色的神力女超人，是第二套恶魔系列，我觉得很美。恶魔系列最后一套，狂野吧！我觉得恶魔就是要狂野，所以我选了一个豹纹的呈现。我记得你万圣节有穿这套，对我万圣节穿这个做主浴，而且超多路人就是要我跟他拍照。我一开始会觉得你们大会不会觉得我有病，后来发现台湾其实蛮开放的啦。好，是这样吗？是吗？而且我觉得这一套啊，我很喜欢它这边就是有挖腰身，然后这边一样是斜肩，然后露一点奶。可是它虽然没有露奶，但是你会觉得身材很好，因为它也很贴它的材质的关系。我刚刚摸它的材质，它材质超好的。对，它呢，第一就是它下水的时候，它可以马上速干，速干型。它其实是化妆馆时候会穿的比较一些。然后呢，我会来介绍，是因为我觉得石库水他们都比较偏可爱，所以我就是想说介绍一个比较偏。然后主要又是第二，它花纹很少，就是会有这种花纹的石库水了。大部分都是 Google 我们看到蓝色啊，或者是这个爱蓝动漫系列的，我觉得是它的特点。它后面是小丁丁，啊，又是小丁丁，我热爱小丁丁，我就是连私底下，哎，我们不是有一集内裤穿？有啊，这都是丁丁啊，丁丁，全部都是丁丁。很多女生其实不行，但是没办法，我们衣服。太贴，对，有些啦。你的风格因为露很多，必须。可是我其实大部分平常真的露很多，我都穿 CD， 它是像 New Bra 那种材质，可是它前贴后贴。好，把它拉回来，就是这一件呢，最后被我们就是 Lucy 长进了跳选的要穿出去了，对，没错。穿这一套出门，然后就是给大家看看路上的反应。哎，你很敢哎，你完全不怕。天哪，好吧，大家等一下来看看强尼要怎么。现在可以得到免费的冰淇淋，哎、欸，免费的食物。好，希望有多我一份。哎、欸，好，哎、欸，这个点。出发，那我出发。Let's go， 你已经融合在里面。
面了。你好适合在这里哦，为什么？对啊，你好适合哦。什么鬼？你是融合在这里嘞？你要把那边当佛招牌？念完整，欢迎进来讲王王。天哪，晕倒！这边的，好好好，不要看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换这里换吗？换什么？哦，对。哎，那 baby 整摆成。好好，用我的。他换不出来，我帮你打了。那边，另外一边，另外一边还有。不实在。另外一边有换十块。你说这边换，好，换吗？有了有了啊！什么鬼啊？哎，它最底就在这哎，很坏哎！它在卡在一个尴尬的位置。它很坏哎！会帮啥？有，会帮你 BB。我看哪条了？五次机会没有了。没了。也太快了吧！还行吗？会不会太冷？不会不会。